这里有一只小猴子，好多人都在拍照片看。和小猴子在吃东西。和小猴子爬树。向西南方向。吃东西，吃完了，东西没有了。这院子好像他家耶，自由自在，这孤零零的，走散的猴子呀。看小猴子翻垃圾桶，哇哦，哇，很厉害呀，翻垃圾桶。哇哦，手很厉害。哇，这手和嘴，哇，手和嘴并用啊。哇，手脚嘴并用。哇，找到一个吃的耶。哇，用嘴牙把塑料袋咬开了。哇，哎呦，这都是猴子给翻的，看这地下乱七八糟，都是这猴子给翻出来的。我的天哪！哇啊哇哇哇哇！哇！我的天哪，像强盗一样的猴子。我的天哪，哎呀，我这猴子的手太好用了，哇，牙也好用，哇哦，哇，找到吃的嘞。我的天哪，这手脚太好用了，哇，找到吃的了，垃圾桶翻得乱七八糟的，看，哇，我的天哪，吃盒饭了。翻完了，他就要走了。哇哦，哇，好了，拿别的地方就吃了，看来人了。我的天哪，这卫生被他给搞得乱七八糟的，这猴子跑这边来吃来了。